多伦多突厥语意为灌木丛生，发源于阿尔泰山的乌伦古河流入其中。大家好，我的车上是老吴。昨天我们去吉利湖体验了一把海上魔鬼城的梦幻之处，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乌伦古湖。今天是我们驾驶一汽大众探岳万里长测第三天。你们要问到安全性，我可以负责任的给你们讲，可能新疆现在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，连南疆都很安全，更别说北疆了。说你们放心大胆的来，大美新疆欢迎你们。大家肯定会问，为什么选一汽大众探岳来做这次万里长测呢？是被充值了吧？真不是，是因为目前新疆油太火了，像坦克300这样的硬派越野动不动就七八百的租金，相比而言探岳 2.0T 的动力租金只要坦克300的一半，两驱咋的，只要不下沙漠冲沙，只要不穿越新疆跑跑没啥问题的。 7AT 的湿式双离合动力想来就来，你还图什么呢？乌伦古湖啊，位于准格尔盆地的北部，中国新疆阿尔泰地区的福海县境内，又名呢布伦托海、大海子、福海。布伦托突厥语意为灌木丛生，发源于阿尔泰山的乌伦古河流入其中，为该湖主要的水源。沿公路去阿勒泰市，乌伦古湖也是必经之地。乌伦古湖啊，它湖区盛产白盘狗鱼、东方欧扁、贝加尔药楼鱼等21种冷水鱼，所以你们在福海的城区到处能看到的餐饮招牌就是冷水鱼，至于是正宗的还是过水鱼啊，我就不好判断了。好吧，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吃什么样的鱼，是观什么样的鸟。